一直按你，直接，一圈都讲完了，这个呢？哎，水车是去年的，是不是？铜牛是不是可以移动？因为顾自己的 GK 比较重要。你看将军一个头，哇，差一点点。嗯，顿时。哇塞，好刺激啊！现有三发的时候赶快出来，这个交给我，这个交给我，嘿嘿，那个给队友了，我们先等三发的时候再进去。有的看一下英雄。